现在开始做饭了啊！今天是给我老公增肥的第二天，是给我自己减肥的第二天。完了，今天咱们做的就是酱大骨，这个是四块骨头，这骨头这玩意儿压秤，四块骨头也就四斤多。这骨头是我提前已经泡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先把这大骨头给它冷水下锅。焯一下吧，冷水下锅吧，就是这里边不有那个血沫子吗？还有杂质吗？它水温慢慢升高，哎，它就把里边的血沫子和杂质就给它释放出来了。如果你要是开水下锅的话，这肉一下变得紧了，就把那脏东西还有血沫子都憋在里边了。所以就是焯肉类的都是冷水下锅，然后给这里边再给它来点料酒，把骨头焯好水之后给它捞出来，然后放到这个温水里边再给它洗一遍。哎，这还盆还有点小呢，熬一熬。再为姜大骨炒个糖色，炒糖色就全程用小火慢慢的炒，就把糖色给它熬成这种枣红色。倒入开水，看看这个糖色就熬完了，红扑的。再把之前焯水的骨头给它放到这个糖色里。再把准备好的香料放里，准备的是葱、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，还有干辣椒。然后再来点蚝油，再来点酱油，再放入姜大骨的灵魂，打酱。再来点鸡精，放里两块冰糖，加清水。清水的话最好是开水，开水炖的话肉不发柴。现在就可以盖盖开炖了，先不加盐，炖半个小时之后再加盐。对了，炖这个姜大骨可以搁点这啤酒进去啊，啤酒就是去腥增香的，我这有半罐就给它加进去。现在已经炖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姜大骨已经做好了，看看这小颜色咋样，无美颜无滤镜的啊。这是我给我老公做的增肥餐，你们猜猜我老公做的减肥餐是啥？这玩意儿，给我拍个黄瓜。你说你给我整个鸡蛋也行，也算营养均衡啊。咋的呀？啥意思？你那肘子不吃啊？你肉？那开灶吧。又没有酒。这酒，你看你减肥减肥还是？不喝呗。去吃黄瓜。你干。嗯，交换。闻都不行。可以吃一块。可以吃啊。手套你都拿来了，还冷了，那就你。这是一块。我没给你搁点什么其他的，让你多吃点这个，少吃点这个。嗯。综合一下。黄瓜为主。哎。他为主，你是他为主，黄瓜为辅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吃点饭。嗯，虽然减肥，但是营养也得均衡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，对。这大骨头做的，色泽红润，对，瘦而不柴，谁拉的？这就是配的，而且骨头像金红，软烂味儿，不错。不吃你说能行吗？这一个骨头加。人家炖脱骨了，一块骨头一斤，太烫的了。少吃点肉，吃点贴骨头的，这些肉太多了。这筋好吃，这筋，多辣！我也不吃米饭。那我正餐了哈，别打盘子。你吃三块骨头，我吃一块，怎么样？行吗？行。这骨髓老香了。酱大骨它必须得跟点酱，放点酱好吃，酱香浓郁。
没这样的失去灵魂了。哎，这样功夫。老婆。嗯。今天那什么，喝点酒吧。喝一点，晚上来一杯。咱吃米饭。吃点。哎，完了，一会儿多跑几圈。一会儿你给我走一个点，我压点。燃烧我的卡路里。嗯。这玩意儿关键是不喝酒都跑崩了身上了，你是不是？我得救点小酒。这是你吃那些饭超你以前的饭量了啊！嗯，走一个。你看这两天没喝就有点跑风了。傍晚饭。嗯。嗯。但是肥的这地方真好吃。也脱骨了，挺好。正好。我这次我俩就互相监督，我俩都下决心了。嗯。最起码我先调到一百二。嗯，我增到一百二。咱俩试试看谁先能到。嗯。会合。没可能的。嗯。没开玩笑。没有啊，看咱俩谁先到一百二，是我能先到一百二，你们能到，是你先到一百二，真的。你们猜猜，我俩谁先到一百二？他现在107，我现在是140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上期视频呢我都说过，就是我减肥都比他增肥快，因为他这么多年，真的他2斤好都没胖过，就是他不管吃啥，他这个人就是不胖。饲料比不好。那你就喂点猪饲料呗。你就养猪的话，那养我这品种，那就你赔的这不行，赔老马裤都穿不上，真的。不是，你看人家猪一个养多肥，就整点猪饲料去。那你整点呗。那我不好说，看这一盘米饭是那块大骨头。其实我感觉，平时我老公其实也不是说吃的很少，饭量也正常，但是就是不胖，哎，你说真怪。能量不知道消耗到哪去了。不管过呀。吃呢。嗯。这我都没吃一个，吃一半。你看这大肉，看这么多肉哈，我都不打算吃，给你了，给你。人家给我三个全造了啊，我监督你。我就吃一半肉，我不吃了。哎，我把黄瓜也不能都造吧，是不是？都造是不是也得肥呀？黄瓜没啥事。嗯，尝尝。喝那小酒就是新鲜就好，减肥都有动力了。嗯，好了，咱们就敷衍了是吧？再吃点黄瓜，快溜了，快走了。